大家好，我是宋神鸟王怀林医师，今天要跟大家介绍 ERA 采样的过程。首先我们将阴道撑开来之后呢，先用沾有优点的棉球将子宫颈先做初步的消毒，接下来用沾有生理食盐水的棉球将优点的残液把它清洁干净，最后呢再用干棉球把残液清除掉之外，还可以把子宫颈粘液也清除完毕。接下来我们拿采样管子从阴道深入子宫颈到子宫顶，在整个采样的过程中，我们碰触到子宫顶之后再将内管往外拉，之后呢我们左右旋转360度，并且往外抽出离开子宫颈。在这个过程中，如果您发现检体数量不足，我们可以再进去一次，来回大概数次，最后呢再将整个采样管移出子宫颈，最后呢将检体打入在纱布上。